只有监督。那他可以拉手，我也可以拉手。他可以拉手，我也可以拉手。那你把我手压下去了，压压得很死。刚才那个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，我动手做的拉。但是副作拉手的，副作拉手的是摊手。那我可以拉手，但是我离着手抓住，抓得很稳，我没有办法。那我用摊手，摊手机把这个转回来一条水泥线。不一定了，主要你没有机会，瞬间你的生理没有达到发挥作动的感觉，所以你就摊手。你打我，我打你，就是摊手。这比他拉我拉我地方，拉到这里你可能先打我，对不对？他要我守不住摊手，他手不能打我，他有没有受害？但我摊手，你不是有这个吗？对吧？我一摊手，摊手我就变回来这个。哎，我这个可以拉手了，拉手就会有这个，对，一接好，一摊一拉，棒，小链头，通通是小链头，没有一招接一招，哪一招接哪一招，你的习惯，你的钱规定放这里，我吃完东西，今天我不叫，搞了半天，你要偷这个偷这个偷这个偷，有那些钱就鞋底下面，还在偷。对不对？没有，反正你付账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没有规定你的钱就放哪个口袋才是付账，啊，最后那个当我有了个内裤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没有，所以你整个观念就把它弄清楚，啊，你明天要不要来？要，啊，明天来的动作很多啊，你可以上这个也可以。那么昨天讲了半天了，今天有就大家这么多人在这，借一些东西都是观念，不是动作。那么这些东西都观念，打手就是销售，你过来让我打手，就消灭你打我，你要不要绑起来不绑就打到，你就不打到我。打手就是销售。因为你有两只手，不可能这样去打人家，一拦手把你肚子就打烂了。就是打手，用你打出来的手，就会代替人家攻击你，消灭敌人攻击你的机会，消灭敌人的手。没有手，他就没有攻击你；没有攻击你，他就没有机会，消灭敌人攻击你的机会。这个是等于三十六计里面的围易救赵，对不对？那个魏国要去打赵国，赵国就没有什么兵，叫我帮忙叫齐国去帮忙，齐国我怎么帮你忙？我跟他没仇，好吗？我把部队从中间穿过去。那来异国，哎呀，不行了，齐国的兵穿过来，我回去了。回去了，没有人打你赵国，没人打你救我就救了，把你救上来了，不一定要打呀。那么这些动作呢，这是这个历史，这个三十六计里面的名词，动词也好，不管怎么词，这个故事是三十六计，是历史上是有这个故事。不管你打手就销售，或者是你出现那个假的真的，但是呢，你打我，打不到我，你打我，啊，你打我，为什么转过来？就是步步追行，我退后，你打我，哎，你不能打这边人。对，这是追行，行，我的行动在这里，我到哪里你追住我打我，这狗咬你，你去跑哪里它都咬你，你跑上楼它都从楼梯咬你，这狗是。